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看的碎花裙裙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款碎花裙裙呢，它是一个一片式的，就特别好穿啊。这款裙子呢也是比较通勤的啊，日常在家里穿或者上班穿呢都是没问题的啊，非常适合夏日来穿的。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这个花色，真的好美啊。而且这款裙裙呢，它还是很平价的哦。摸上手呢，它的手感呢也非常的顺滑啊。在视频里面大家就能看到，是没有一点褶皱的现象的啊。这是我刚收到手的样子。款式的话呢，也是非常简约的。这款裙子呢，就一个颜色，黄色的。我买的是一个 M 码的。现在我们把它穿上身，看看款式怎么样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。其实它穿上身真的很好看哦，是一个淡淡的黄色碎花裙。袖子呢是非常轻薄的哈，有点半透半透的啊，非常的凉爽。它这个绑带设计一片式的设计呢就非常好啊，对身材非常友好的，不管你是胖一点瘦一点都是能穿的。然后领口这里呢它是刚好的啊，一个小V领的，也不会走光什么的啊，还是蛮不错的。搭配一个网纱亮片鞋，好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，这是穿上身的一个效果哈。下面搭配凉鞋穿呢也是没问题的啊，非常好看的一款夏日碎花裙，后面也很好看啊。关键是它是可以自己调节腰围的。想要修身一点呢，就可以把它系得紧一些；想要宽松一点呢，也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。这款的裙子呢，它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啊，100多块钱买的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。无论是它的做工还是版型质量，我觉得都是 OK 的。喜欢姐妹们可以放心去冲它，搭一个吧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侧面分享，今天这款连衣裙大家觉得喜欢吗？记得把你的留言评论告诉我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